在川西的第八天，我收获了这次旅行最大的快乐。在今天前往约定地点的路上，没有人会想到，因为一次随意的驻足，却让我们偶遇了善良淳朴的草原牧民。这场草原奇遇记，我终身难忘。身后超级多的牛，你没地方过河，就那里吗？那个地方踩过去就过去了。是的。那个牛跑起来的样子好帅。那只是橙色的，哎，有个人在那养哎。你说我喊个扎西，扎西的嘞。这是，哇！这些都是你家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一共多少只啊？400-500吧。400-500只啊？嗯。哇。大的那种就是3-3层有吧。这些他们都上得去吗？这个山？哦、哇，这么厉害。大的那种。哇，400-500只他们家。来。你能听得懂普通话吗？一点点。一点点。你这已经算好了。我们昨天去那个嘎陀寺。哦。去那个上面，他们那里的人都有点听不懂普通话的。是的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好累。那你们每天就是这样放牛？是的，是的。你家在哪里啊？就是我们家的那个，就是也是这种路边一个小房子里。哦。那平常会去那种县城里吗？嗯，很少吧。是的。在鼓起勇气的一番交谈后，我对这般宁静的生活产生了浓浓的好奇心，这才有了下面的故事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说有没有中文名还是藏文名？你们那亲密体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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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密体力。那个藏语里那个“抱”是不是就是借的意思啊？因为哇，昨天在那个嘎陀寺上面，然后那个跟他当地那个居民，然后我问他，他跟一个朋友在聊天，然后他就说。抱一辆车，然后我说是借一辆车吧，他说哎对对对，然后我说那藏语里面抱就是借的意思，这样我才知道。这样走一下我都感觉有点缺氧了，喘不过气来。你们应该不会吧？哇，这个山城好漂亮。这个牛能上得去吗？牛能爬上去吗？那是你的摩托车吗？是的。要不然走路太远了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坐一段？可不可以带我坐一段？好，我还没在草原上坐过摩托车。好好，我长这么大，你开得了不？我开不来，他这个要变档的嘛，是不是？要换档的，开是开不来的，没学过。没学。25岁了，第一次来这边。我是浙江那边的，你知道？浙江，你知道吗？浙江。啊，浙江。义乌知道吗？你有没有去过外省啊？我没去过。带我坐一下。现在我们要去坐一下这个摩托车。哇，这个摩托车是125排量吧？应该。对。我们那边也是坐摩托车。好。我的脚应该放哪里？好。哇，放这里是吧？是的。我要抱着你了，我有点怕。好刺激，还有牛。谢谢你，不用谢了。我靠，这段经历我这辈子都可能忘不掉，我都会记得。好，就这里吧。蜗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靠，太爽了！
川西这里，哎呦！我曾以为川西之旅最令我兴奋的会是那些未曾见过的风景，没曾想这儿的人文才是。对，你们靠这车队吧，对，对。咋西的嘞？咋西的嘞？我看，哎呀，刚刚我们三个人都能拍进去。嘿 ，Hello，Hello， 咋西的嘞？咋西的嘞？感觉你们自己的人都很好客，很热情，都很好。握个手，小伙子很帅。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做老师，做老师好，我也想做老师。做老师可以教学生，是不是？可以教他们知识，可以让他们以后生活过得更好，对不对？你们老师是不是支教过来的？外面过来的，对吧？可以，从小立志当老师，你以后肯定可以从一个老师的。15年差不多。你现在几岁啊？11岁。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25岁的时候，25岁，对，我25岁。拜拜，再握个手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小伙子加油啊，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老师。好，走了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走啦，好，拜拜。当小朋友和我说他想当老师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感动的，拜拜，因为我深知对于他们而言教育的重要性。去年的我也是因此才踏上了考研之路，虽然结果失败了，但我相信功不唐捐。现在的我正用镜头去讲述这些故事，说不定也能带给远方的你们一些治愈与温暖，与我这便意非凡。拜拜。